小车挺牛逼啊！啊，大宝马，这小车挺牛逼啊！现在就高端人士了呗。哦，本来给你看看呢。高端车，高端人士了，现在。哦，座椅加热。啊，座椅加热。哎呀，好热。英国正式脱欧的时间已经不到24个小时，那历时3年半，三届首相终于完成了英国脱欧的所有协议。那英国呢，会在2021年的1月1日正式的离开欧盟，从此和欧洲不再发生任何同盟的关系。那所有英国人在脱欧之后，理论上持有英国护照，只能免签欧洲3个月。如果你想在任何一个欧盟的居留时间超过3个月，那你必须要申请当地的工作居留，或者是其他长期可以留在欧盟的其他签证方式。所以伊尔伊米从最终选择移民英国，到定居英国，到长期的生活在英国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因为英国其实是欧盟。那英国护照上的 European Union 对伊尔伊米来说其实代表着许多。所以鉴于英国在2021年的第一天即将离开欧盟的这个问题，我认为伊尔伊米选择移民英国是伊尔伊米到目前以来最错误的一个决定。那从2019年的年初，不远万里从英国驱车2500公里到达拉脱维亚，申请拉脱维亚的居民权，我相信是伊尔伊米对于脱欧这个事件能做的最大的一个挽回的事情。伊尔伊米现在是不担心在欧洲长期的居留的问题，但是除了居留问题本身，你在欧洲的税务问题，你在欧洲的福利，以及你在欧洲的公司经营，都会因为英国脱欧的问题发生一系列的改变。所以这些是长远期间英国脱离欧盟对我个人会造成的一些影响。那短期来看，如果英国在1月1日脱离欧盟的话，那对我最主要的影响，首先，我可能是需要申请国际驾照开车进入欧盟。其次，我需要向我的保险公司申请保险绿卡，这样的话才可以合法的在欧洲继续开车。那除此之外呢，即使你的车上有这个欧盟以及 GB 的符号呢，你的车辆进入欧洲的时候还需要贴一个 GB 的标签，来让别人确定以及判断这辆车来自于英国。那除此之外，带宠物进入欧洲也有不同的要求。 Yurimi 在昨天晚间已经把我的个人邮箱提供给了英国政府，这样的话我会及时的收到关于英国脱欧任何的即时消息。所以如果大家生活在英国之后和欧洲会有频繁的往来，不管是你在欧洲有亲人，还是你在欧洲有生意往来，我相信这些信息都会给大家提供在英国脱欧之后一些必要性的帮助。那关于脱欧的事情呢，暂时给大家先说到这里。那下面跟大家分享一则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消息。那这一则新闻呢，是来自于彭博社。彭博社呢，在昨天报道了，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武汉对当地社区3.4万人民众进行了核酸的检测，其中呈阳性的话是4.43%。所以如果根据这个大数据来判断的话，鉴于武汉的人口是在1100万左右，那1100万的4.43%，那就是理论上，截止到今年4月份为止，在武汉感染病毒的人数应该是在50万人左右，而不是中国政府宣布的少于5万人。所以从这个大数据中我们是可以看出，中国是自己暴露了中国境内大概有多少人这一次感染了武汉肺炎。所以 Yurimi 在做视频之前查了一下谷歌的世界感染病毒的人数，那如果大家好奇查中国的话，那截止到目前为止，中国境内确诊感染武汉肺炎的大概是在88000人左右，死亡的人数不超过4200人。所以这个数据和美国相比，和英国相比，说明了中国的疫情防控其实是做得非常的完美，非常的良好，死亡率其实都不及一个普通的流感。但是如果我们根据彭博社的这一则消息以及中国的骨灰盒的销售量来判断的话，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这一次因为武汉肺炎死亡的人数可能高达50万人之多。